做的钢笔是平吧，就不知道有没有听过，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品牌？因为看这个包装就知道没有任何 logo， 对，就是一支，也是一支国产笔，叫那个 Cali Art， 就是那个 C A L I A R T 的一根笔。然后当初买，其实吸引我的笔本身也不算太多了。第一个，我不是属于那种完全的那种钢笔爱好者嘛，对吧？因为我本职是那个设计师，所以就我喜欢的东西通常要么就颜值很高，要么就是说它有，就是说能跟一些设计理念能联系在一起的这类的一个东西。那我们先打开一下，就正常的，就打开一下的就普通的一根笔嘛，对吧？然后今天有点感冒，就可能渗鼻涕的声音会有点多啊。然后也是一样，就国内反正所有都用这个盒，但这个盒其实挺好用的，就是放，我是拿来放那个什么墨囊什么的。那一打开反正就这个肯定是一个多配的一个笔舌嘛，哇。然后买它原因就这里，整根都是一个透明的，整根透明的话就是反正一看起来应该会很惊艳，因为它连活塞都是。所以当初我为什么马上买就这个，因为我发现它还是性价比非常高一个东西的。然后这根反正等会试写就知道那个效果如何，但整根感觉，因为我到现在都没有看到过一根笔是完全透明的，所以就先放一边这个。然后下来反正配件可以，因为之前我一直想要一个扳手去打开那个823的啊，最近还买一个什么这个卡口是吧，卡口一个就叫那个什么笔套，因为那个笔可能是说有些比较常用的，然后就放这放买一个十连装的。那这个823对，最近没怎么用，之前用了差不多几个星期吧，然后就因为通常笔我都会用几个星期，然后就现在就基本上就放一边了，因为试再试别的笔。因为我平常用的比较多还是那个海运，就是那个 Waterman 的那一支海运啊。然后这个打开的时候吧，对吧，这个我上的硅油了，当时应该是那个硅油可能比较少或者怎么样，现在非常滑，对吧？你看现在我可以这样了，对吧？非常爽，就整个感觉还是可以的，把握性很够。但是这个感觉过了就没了，但整根有根透明感什么，还是很特别一根笔，而且这金色我喜欢了。啊，对对对，这扳手，哎呀。这扳手是这样的，然后这个也打开嘛，对吧？然后你们就能看到，对，这个我前的那个地方有，对，但现在有这个扳手，我就可以一掰就开了，就这样子啊，然后我就拿手了，这样，哎，对，你看，马上就能开了，现在简单很多了，就我之前是把钳子搞到这里划了一下。当然这个我用黑色的那个墨水，我是没有玩墨水了，所以呢就这里就黑掉了，而且上那个硅油会比较那个，这个没有办法啊，不算那么多废话啊，继续。再下来的话就有两个啊，里面还有一张纸，这里看一下是什么。哎，想出这个包装的人也是够省钱的了，哎，很节俭的一个人，我喜欢。哎呀，这是什么？哇塞，这笔性价比挺高的，三万它算是钢尖里面最堪用的笔了。这一根，但是国产的笔有时候怎么讲？这一个啊，先看一下。好的，就正常的一些指示。是这样子，因为三万它算是比较堪用的了，因为国产每一次就是说，它这根很多人认为抄袭，就是说反正就那个外观一样嘛，就是那个烂笔头跟三温堂那个嘛，但那个反正我没试过了，但我觉得有时候这种事不是什么坏事，毕竟那个人那本身的那个正版的品牌会把笔做得更好嘛，这样子有偏差，对吧？反而还可以，因为有时候贵笔真的不是每个人能支撑的嘛。但这个橡胶圈我真不知道干嘛的，说实话。然后反正这个水口反正做的还可以，整根笔呢非常的一个惊艳，真的很透明，然后连活塞都是。这下因为百利金的我之前那个也想买，但是一看到这根就那个惊艳感不一样。然后这里反正就笔舌上面对，整个很光滑的，反正到时候一上完我反正还是上黑色墨了，不用管了，这个肯定的。但是这个圈我真不知道是干嘛的，有没有人知道？知道麻烦告诉我一下，我是真的不知道。这个圈是套哪的？难道是套这里？不，
真的不知道啊，但这一根的话，如果他要给扳手，应该是跟三文堂那个一样，非常好拆。然后笔尖的话是 EF 尖嘛，这根我觉得应该笔尖上面应该差别不是很大。然后现在就把这个给拆一下，应该是有个把那个活塞扭开了嘛，现在找一下那个位置，然后把它卡进去就好了。哎，这里对，有个小小的这里，这样子进去。不知道哪一边啊？这边对，你可以这样子也行，但我喜欢是这只拿左手转，比较省事。然后打开一下，看一下是什么？哎，好吧，然后那是反方向。哎，反正就大家扭的时候自己注意一下吧。哎，我是方向感不太好的。然后这个扭开，哇，这个感觉就怎么样？很滑顺，但是又很紧，没有那种劣质的感觉。之前买哪一支笔啊？就感觉很劣质，就是说因为那个什么，就是，哎，对，硅油上，反正就不会有那种劣质那种感觉，反正整个非常滑顺，质量还是不错的。当然，有一些国产品牌，当然，价格太低，你肯定是就赌一把嘛，对吧？可能买个两三支，然后就赌一把，看哪一个更比较好嘛。但我觉得，这个东西嘛，买一根笔嘛。怎么那个环保一点啊？不要一直赌这个嘛。然后这根笔，然后整根都能拆，到时候应该能跟他那个买回去那个原厂的件，我觉得是可以的。但这个我也看一下啊，怎么给它装回去？让我找哦，我知道了，应该是要这样子，对，把这个拧开回去。拧开了回去以后，果然是整根可以拿出来的。反正整个 OK，好，那就是在这个位置了，对。然后整根回去啊，拆的时候，对，还是那句，笔能不拆就不要拆啊，还是拆坏的，笔基本上是拆坏的啊，我说过很多遍啊。然后这个转回去就可以，但它这个拆装还是比较方便的，我觉得笔还是不错的，还是做的就非常用心。就因为那个 BBS pen 那个我买了，但还没有时间做，可能迟一点再做。那一个的话怎么讲呢？没有这个，因为价格来讲他们差了好几倍，这个才30块人民币吧，好像是。然后港币就算做40呗，然后台币可能120，反正很便宜。因为我是那个邮到国内的，那寄到国外我就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它能不能寄，因为这个应该没有什么版权问题。如果是版权问题，只要外观稍微改一点的话，其实就不侵犯一个东西的那个外观专利了。然后，因为你说使用行为上面是没办法取那个专利的，技术专利可以，要么就外观专利，就两种。然后这个哪有一个橡胶圈，你看到一扭进去的时候，就跟那个 Waterman 的海运，我那个海运一样，这里给你们看看。哦，最近有些笔可能我每次有些笔是这样子的，可能是我不用的话，我就基本上给我朋友帮我卖掉，然后就做慈善了。所以说，有时候看到对笔的笔不多，原因就是我拿去那个做慈善了。然后就这样子哦，好吧，这个 Waterman 这个好的，看来要改改啊，这个松掉了。对，因为这根这根也是我比较常用的，可能用的多了，差不多，那就松掉了啊。但质量是没什么大问题了，反正你看整个件还是很干净的啊。然后是这样子，因为这一根打开的话，你也是这样子，有一个圈，对吧？这里也是有一个这样子，所以说这根笔总体来讲，我觉得 OK，外观上面反而很惊艳，对吧？整根透明的，你也很难找到一根是这样子的。另外一个是这样，它整个的话，你用起来反正就我捏起来整个手感嘛，还是 OK，要有的那些凹的位置也有，对吧？然后这个粗细也可以，然后看一下对，尺寸忘记给你们量了，这个手电就不用照了吧，反正里面都看得很惊艳啊。这个是14厘米左右，然后反正无印这个给你们对比一下吧，反正无印的话在，我觉得找无印的店里面有这支钢笔，比起找钢笔店来的简单也来的容易啊。然后这样子基本上，粗度的话，反正就大概1厘米左右。然后总长度14.5，14.5以后，然后这个插不进去了，插吧，所以肯定是这样放了，没办法了啊。这个长度的话，13厘米左右，大概就这样子。那我们就开始那个试一下写这根笔吧，反正就一样，把墨水打开啊，上墨。
这笔好像就又要被我玷污了，反正玷污完估计反正基本上也是，反正就不管了，先上模吧，反正要扭到最前面，哇，这透明的真的，我把位置挪一下，尽量让你们看到可以上模那一下哦，然后整根反正上去了对吧？这样哦，这样应该容易看到一点吧，然后上了，起来了起来了，哇，这感觉。储膜量还是挺大的呀，然后再下去一下，对吧？下去完，然后再上来，这全透明感觉真的好惊讶，很惊艳的，这感觉还是不错的。哎，拿一下纸巾擦一下。那这根，哎，上看了，擦一下得打。好，OK 了，那先把这个盖子给关一下，关一下以后，然后看，哇，整个感觉对。但是透明的你们都要知道，我用的是极黑墨水，所以说你看到都会，你看到挂壁，就是说会挂壁，你看到了，你看，就是说不会完全那么顺滑，除非是说你上硅油也是一样的，不会完全那个，就是说在里面好像一个水平一样。先试写一下吧，我准备了，给你们准备的是两种纸，一种是那个，这个正常的，对。这个是1.5厘米左右的格子，的一个爬格子嘛，简称的。另外一个是那个0.8的，然后分别在两种纸上面书写。因为说实话纸，很难做评测。就是说一个，因为有一个问题是什么？我没有买什么那种好的本子，所以呢，不知道是怎么原因，他没有给那个就专门给 for 那个钢笔墨水的，所以就导致画得很快。因为这个纸我自己是平常是用圆珠笔写的，我就不用钢笔写。你们一看就知道，你看。你看画的是不是很快？就这个，我就不知道什么原因了。能知道也可以告诉我。但这个本子很便宜，一本才那个5块钱还是6块钱，反正就我就写吧。反正我现在写，可能就你看到画的已经很快了，我就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可能纸质的问题吧。不过肯定也是，所以说这 EFGN 显得很怎么说很粗，所以就反正照样给你们写吧啊。然后就反正。这感觉还是 OK 的，就写起来的话很实用，对吧？你要书写感受，其实我觉得这反正价格低嘛，通常如果价格低，我不会要求它太多哈。反正就这根是那个无印的，无印的是 FGN 了，无印没有别的了啊，FGN 对吧？然后一样，无印反而不会断墨，但无印的那个你看它粗细来讲更容易控制，对吧？它写感肯定更好的，书写声音也是。那现在就试一下爬一下格子那边去试一下啊，就爬格子的话，反正随便写点东西吧，真不知道写什么，那就写个钢笔吧，反正无印的话就很正统嘛，对吧？对吧？那换一下那个Kelly Arts 的那个笔，你看，其实这个纸就还好了。对吧？你看，其实粗细来讲的话，EFGN 跟 F 其实第一个不同品牌，它肯定不一样。另外，无印的那个，它只出一根笔，证明说它做了很多的研究，FGN 肯定是够用的。所以就如果你真的要细，还是买圆珠笔吧。我觉得，反正这个还是 OK 了。我觉得整根笔的话，反正就本身活塞书写感受，再给你们听一下那个滑的那个声音吧。这个。对，你看了这个阻尼感没那么大，那这根的话阻尼感比较大，但整根笔你看其实透明的，其实真的很惊艳。那今天要讲的就大概就这么多了，有什么问题下面给我留言。但这根笔做完视频的话，如果你们看到，估计早就那个寄出去了已经。好，所以就没法再做一个那个重置。好，那个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有什么问题下面给我留言，谢谢大家。